جعل الأرض قرارا وجعل خلالها أنهارا وجعل لها رواسي وجعل بين البحرين حاجزا أإله مع الله بل أكثرهم لا يعلمون 广袤的宇宙，璀璨的群星，无垠的太空，研究、考古、探秘，从未停止。而人的感官是羸弱的，有局限性的，对日复一日如此浩瀚而飘零的群星，是那样的无知。 当我们观察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奇特的星球，并加以研究探讨的时候，不解和疑惑始终会接踵而来。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最新研究全球变暖的统计信息，假若地球与太阳在太空中所处的位置仅发生数英寸偏差的话，这个星球将会是一片废墟，所有生命将化为乌有。 地球上各种类型、形态各异的被造物确实不得不让人感到微妙与成奇，其中一些细小的微生物，了解它们需借助精密的高倍显微镜，如病毒与细菌，也有像体积超过人类体积40倍的庞然大物，如蓝鲸。 水、氢二氧、氧化氢是无可替代的，人体内部 70% 都由水组成，它是构成胎儿的第一元素，直至分娩。水如同其他液体一样，当它的温度达到40摄氏度时开始热胀冷缩，同样它也会转化为气体和固体。但是也有异常现象，低于40摄氏度会发生反膨胀。 密度减小，因此它会变轻而上升。当温度为它的冰点零摄氏度时，表面会结成冰，但底部仍是液体。这对生活在河湖里和一些结冰地区的生物则是一种莫大的保护。所以，水确实为地球生命之源。 宇宙的奇迹对于人类的挑战仍在持续，围绕人类所面对的一切，对人类而言都是那么的不可思议。不然，就在人的肋骨之间，潜藏着一个构造极其复杂而又精准的喷泵。它体积很小，但人依靠它而生存，它就是心肌。人体在一般正常情况下， 心脏每分钟会喷出5至5升的血液，而在常规运动状态下，每分钟会加快3倍。但是也有少数异常情况，心率会延缓数秒。如人打喷嚏的时候，因为人在打喷嚏时需要大量的能量以驱逐细菌及通过鼻子排除体内的多余物质。 一个喷嚏可排除体内不少于10万个以每小时150公里的速度扩张的细菌。打喷嚏时，胸腔内的压力会有所改变，同时血液的涌出也会改变心率。美国一所大学心脏病研究专科前主任理查德·科纳提说道：“可以相信的是，心脏在打喷嚏期间实际上是暂时停止的。” 会产生心脏轰动，在下次心跳之前，似乎感觉停留了很长时间，继而以着更清晰而更强有力的状态持续跳动。所有的景观与奇迹，一切的现象与事件，能阐明的只是冰山一角。无限的奥秘让人类望洋兴叹。 只论人本身这个小宇宙，我们的思维、能耐与短浅的理智也是极其微不足道的。一个最大的疑问：
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面对的周围这一切是如何井然有序、有条不紊且没有任何缺陷的在运作，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的谜团与事实。但最为正确与永恒的答案，安拉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与管理者，难道他不是唯一应受仰赖与崇拜的吗？